好，谢谢两位老师。那么下面请欣赏相声《出口成章》，表演者张九南、高九成，有请。谢谢大伙儿吧。谢谢啊，谢谢哎。喊什么的都有啊，喊什么都有哦，还有送花的，谢谢姑娘，哎，拿回去吧，哎，好嘞，台上这么多花啊，谢谢，哎，哪边？啊，哦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哎呦，送的什么东西啊？华容道啊，哦，高老师的照片是不是啊？我跟高老师的照片对吗？把我的照片放那儿，高老师照片拿回去啊。凭什么呀？谢谢，哎，好嘞，您放那儿吧，您放那儿吧，对，好嘞，哎，谢谢，感谢您啊，快跑回去吧，哎，回去座都丢了，嗯嗯，飞了，谢谢各位啊，今天也是非常开心，太高兴了，能在北展啊，北京展览馆、开一个专场，嗯啊，观众也是坐得非常满，嗯，作为我们哥儿来说呢，心里很高兴，哎，对吧？嗯，在场的也都是北京的朋友们，居多，因为我什么呢？我就是北京人。啊啊！你是北京什么地方的？很多人都知道。嗯，为什么我叫丰台镇八方，玉面昆仑峡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海淀的。对，这挨着吗？我就是丰台的、嗯、啊！有没有外地来的朋友们呀？哦，很多朋友们举手都是外地来的啊！啊，都有哪儿来的呀？广州。哦，哇塞！广州、成都，啊、嗯、啊，天津，天津就别说话了啊，天津怎么不能说了？广州来的就人家喊两嗓子啊，哪位朋友是哪儿？哪儿？哦哦，谢谢，一句都听不清啊。广州来的朋友，嗯，哪位是广州来的？哎，你好，坐那儿吧，坐那儿吧啊，坐那儿吧，你挡着后排观众了啊，嗯，怕你看不见。跟谁来的呀，哥们儿？一个人儿啊，你怎么还说儿化音儿呢？来到北京入乡随俗了是不是？你这个臭广州啊！广州来的朋友，一个人来的，怎么没有朋友啊？没朋友，你横什么呀？没朋友还不横？好家伙，哎呀，一个人来的是吧？是来是在北京工作呀，还是特地来看那个相声来的？哦，他说他特地来的，我说信不信啊？我们肯定不信啊！你在广州等我，过几个月我就去啊！啊，等我等我，你要是等我，我就妈不去了。你这叫的什么劲呢？这是？因为我就是个变态啊！谢谢吧，谢谢吧啊！很多观众都认识我们，也都熟悉我们，有知道的了，对吧？哎，再介绍一下，那也得说说。哎，德云六队实际掌控者。又来了，到哪儿都忘不了这句。这几个臭不要脸的会喊就喊，不会喊把那个嘴给我闭上。人怎么了？自打有相声那天也是一亿，嗯，张了个大嘴、你给人恶心着了。嗯，德云六队实际掌控者啊，兼掌控德云八队以十队。嚯嚯嚯，哪有十队呀、很快就有。丰台镇八方，玉面昆仑峡，真善美的传播者，西伯利亚剑齿虎，德云剑仙。完了，完了，还有一个称号你没说呀？什么呀？落了一个。对呀、非洲猎狗。听说他们给你起外号叫主任是吗？为什么光叫主任呀？掏钢科的是吗？掏钢科。非洲猎狗掏钢科是吗？啊，那石家庄酒蒙的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比你好听。介绍完我了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啊，也是我十年的老伙伴了，嗯，高九成啊。谢谢大伙儿。傻了吧？啊，没有想到那边那个话筒没声吧？没听着吧？哎，没有。哎，刚才站在这边，在这儿，
魏为豹，你显眼包，你搁这儿满台串啊！我满台串怎么了？这是人缘好啊！你人缘好，人家鼓掌了。拉倒吧，他们不是喜欢你，那是只是为了气死我而已。那你能不能满足大伙的心愿呢？有人性吗？我好不容易来北展开专场，就喊着死一个死一个。谁说的有人性的不看我？嗯，非洲猎狗要出动了啊！你要干嘛呀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在掏钢是这意思吗？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呀！臭变态你！我变态？这头发什么玩意儿都打绺了？这头发？头发啊？这不做造型吗？哇塞！什么年代？二八分还得做造型了？错啊！一九。行了，感谢各位啊！感谢各位。我什么呀？啊！哎，天津的大哥说我该上厕所了啊，因为什么？我得，因为他这个事儿很多观众不知道，既然说出来呢，耽误我的相声节奏了，我就得给大伙儿讲一讲。你给说说吧。前日子在天津演出，嗯，下午呢在我们那吃饭的时候，我点了一份这个冷面，嗯，哎，我说什么是什么，你怎么那么讨厌？你戴一破小红帽。你是不是哪个老年团的呢？你来的，我拿这花篮我砸死你！我让你提前进入老年生活。点个冷面，嗯，备注的时候我想点微辣，我后来弄成什么重辣了啊，这太辣了。后来上台有十分钟我就窜稀去了。哪有这样演半截你说这，哎，怎么了？演半截窜稀去了？演半截你就拉了？岳云鹏拉两次呢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说也没人知道他那个。那我得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哥俩很开心啊。嗯，搭档十年，终于在这个地方开一场演出，真不易啊。也很开心。嗯，我们哥俩也是打2013年在一起搭档。对，其实来说啊，认识的时间很早了。比较长了。小时候呢，就来到德云社学习相声。嗯，那个时候是分班级的。分班。哎，你看我们。其实来说，你现在云鹤九霄啊，云鹤九霄，我们都在一块儿学相声。嗯，肖子科的可能那时候年龄差一些，他们更小一些，就分在了这个弱智幼儿班。幼儿班，哎，我们都在一块儿学相声。那个时候班里啊，逗哏捧哏的啊，大伙儿都坐在一块儿。嗯，但是来说逗哏捧，你看这什么玩意儿，就送花就讨厌，我这正讲着呢。哎呀呀！又要变猎狗了，你这逗哏的捧哏的都坐一块儿，嗯，对吧？那时候一看坐姿，你就看出来我们逗哏演员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看着就精神，那时候就分出逗哏的来了。他就聪明，哪儿显出你聪明的？哎，你一看逗哏的这一排坐的，哎，都是这儿坐。嗯，就跟那庙里那四大金刚似的，都拿着架势。你再看捧哏那边，嗯，坐一排。我们是这模样吗？哎呦，行了，哎呦，没一个正常的。哎，师傅进班了，进班第一天上课呀。嗯，师傅抱着书本进来了。哎呦，咱还有书呢。可以。没书呢。说我们没文化的。嗯，进来了。还有一个教材，嗯，往这桌子上一放，同学们好，嗯，啊，同学们好，捧哏的把脸都扭过去，哎，这干嘛？把脸扭过去，吐，不想看。今天啊，咱们是上第一节课，嗯，问问大伙儿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们长大之后都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哦，问问志愿。有没有说踊跃回答问题的？嗯，给你看逗哏那边啊，我师傅，我说。师傅，我说，双手说啊，家伙，打了鸡血似的。看捧哏那边，嗯，对，我们这状态没变，都这样事儿了。嗯，师傅说，那我就点了啊。哦，看逗哏那边，哎呀，这几个小宝贝儿太可爱了。先来这个，来这个，岳云鹏，说准了，岳云鹏，师傅，
我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，嗯，我只想好好说相声，哦，将相声发扬光大，嗯，将来能有一首属于我自己的歌曲传唱大江南北。那他的愿望实现了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坐那儿，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愿望的，坐那儿，坐那儿啊，嗯，张鹤伦。哎呀，看，是他脚疼，是你脚疼啊？这他妈地太破了。嗯，师傅，我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。嗯，好好说相声。哦，将相声发扬光大。怎么发扬？将来争取能有一个综艺节目，哦，叫《欢乐喜剧人》，我能登上他，然后拿一个亚军。这真有先见之明。你这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嗯啊，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。哦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我再来一个，张九南，到你了，师傅，你这跟他们动作不统一呀，师傅，换脚了。我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啊，我也没有那些师哥们那么好的能力，哦，能好好说相声，将相声发扬光大。那你干嘛呀？我只想一生陪伴师父，哦，侍奉师父，常伴师父左右，一直陪伴师父您到老啊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哎，师父认你当干爹。好孩子啊，不像话，抱着我亲了半个小时啊。师父想吃狗肉了。嗯，师傅还得纳闷呢，今天这厨子谁呀，你没剁熟，你这好捧哏的这边，嗯，有没有回答问题的？还都睡着呢，不说我就点了啊。嗯，孙越，哦，这站起头猪了呀。郭老师，我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，我的愿望就是什么吃，爱吃，要不那么胖呢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嗯，坐着。杨虎同，也是大胖子吗？师傅，我的理想就是跟孙越一起吃。那这俩人在一个槽子里头吃吧。嗯，哎呦，我再来一个，这太不正常了。这捧哏的不能全军覆没呀。就是，看见他我没有啊？有我。高就成啊！你不要让为师失望啊！捧哏的希望为师都放在你身上了。是啊，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师父，看我多正常。我有好的理想。嗯，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。那我来学相声干什么呀？好孩子，好孩子啊，或者给感动的继续说。然后呢，成为宇航员。然后呢，啊，我要盖一艘属于自己的宇宙飞船，我探索银河，踏遍宇宙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具体探索哪个星球啊？我首先要登上太阳。太阳的温度是不是高了点啊？那么温度那么高，烫死你怎么办？就是。师傅，咱们可以晚上去呀。你去溜达溜达去。我能说出这话来吗？胡说八道，这就是。这就看出逗哏的跟捧哏的区别。区别在哪儿啊？文化水平层次不在一个平面上。哎，您看你们眼前这个，哎，风流倜傥的小伙子。你看你们眼前那个风流，你看你们眼前那个小伙子。没有倜傥，对。嗯。你看你们眼前这个男的啊，什么瞎话都说呀，说点实话不行吗？你看你们眼前这个半男不女的小人妖啊，哎，早说这实话多好啊。你们买的是泰国北展的票吧？哎，对。看我跟他不在一个层次上。当然不一样了。哎，从那个文化角度来说吧，哦，你看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学历，你什么变的？哎，我职高肄业。是职高还肄业？对啊，你还跟我在这吹呢。职高肄，你什么学历？我什么初中毕业。丢人，谁喊的好啊？
啊，谁喊的好啊？怎么了？你赶紧回天津吧，我给你点冷面。厕所不够用的。初中怎么初中？我毕业，丢人现眼，知道吗？怎么就毕怎么毕业我还现眼？那嘴怎么还不好使了呢？毕业了吗？上过初中吗？上过，上好年呢。丢人！我跟你在上几年？六年。你来回上是吗？对，我送走一波再接一波。你是保育员初中的？那初中用保育员吗？你还送走一波，你迎来送往的你。哎哎，知道初中上哎初你看你嘴都不利索了。哎，物理你去退去，退去，两三千人看不出你一个来，去退去。哎，嗯，哎，你别老展现你的智商行不行啊？这没有可展示的。哎，上过物理课吗？物理、化学上过吗？哎呦呼呼，有，初中学这个了。我问你学过吗？谁问你有没有了？你管我学没学过呢？初中有这个。你学过历史课吗？历史学过啊。历史小时候学来着。历史中国中国五千多年了。朝代表能背出来吗？能啊。背。夏商与西周。什么？东周分两段。你又送走一批，知道吗？春秋。夏商和西周，东周分两段，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，分分魏蜀吴，南越。两晋前后延，南北朝并立，隋唐五代传，宋元明清后，王朝至此完。没背过。初中毕业。化学学过吗？化学，氢氦锂铍硼碳氮氧，这个对吗？碳氮氧是什么东西啊？元素周期表你学过吗？佛乃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，这个就学了。物理有学过吗？哥哥学来着。物理讲的是什么？物理灯泡对吗？有电是不是？物理就是灯泡。对，灯泡谁发明的？灯泡不，电工。要猜对了，给他问住了，对不对？对个，不是电工能量吗？哎呦，啊，我给提个醒啊，嗯，爱谁谁你，爱，爱新觉罗对吗？哎，这肯定对，肯定对。上朝，今天的上朝议题是发明灯泡。有事倒奏，无事退朝。上过朝吗？外国人。什么？外国人。外国人。对，外国人。对呀，外国人。哎，发明灯泡。哎哎，爱迪错。他都知道错。爱迪生嘛，你哼，对不对？对，爱迪生。对，你爱因斯坦你知道吗？爱因斯坦是他爸，对吧？他们爷俩研究的这事儿，他研究50年，他研究50年。咱那个2019年跟师傅去英国演出，你都忘了？参观了大英博物馆。博物馆怎么了？你忘了人导游带咱们一块儿参观大英博物馆啊？有一个那个玻璃匣子。玻璃匣子啊，里边头盖骨俩啊。对，大的爱因斯坦吗？小的小时候的。人导游就这么说的，就知道他以后他得有大的作为，把他的小时候就别讲了，就搁这儿偷出一块。行了，对不对？你还哎呦呵，哎呦呵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小时候先抠出一根放哪儿，慢慢长。
然后对比一下子，看一样不一样。行了，我说我跟你聊的是物理，行吗？啊，哎呦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！你别生气，你不懂你就问，我不生气，知道吧？别着急，这孩子他就学不进去。我不气啊，我替您的老师感到倒霉，知道吗？嗯。我这我们老师教啊，物理，嗯，物理这儿，嗯，你物理这儿，你想学什么？说，向我请教吧。牛顿知道吗？牛顿知道。来，牛顿，外国人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外国人，哪国人？甭管哪国了，是不是外国的吧？科学无国界，是这意思吗？哎，对，可以，这句话可以。知道啊，你，牛顿第一定律知道吗？嗯。牛顿第一定律，你说一个我听听。你说一个，我问你呢。你先甭问我，我考考你吧。你牛顿第一定律，你说一个，你猜。我猜啊，不是你别问我，我也不太清楚、啊、那个。不会是不是？向我请教来了。我告诉你吧。牛顿第一定律就是这个，你走路的时候得靠右边走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靠左边车撞你，你就记住了就行了。你知道牛顿？知道，这就牛顿第一定律。我问你，你真知道牛顿吗？真知道啊！说实话，真的。面向观众，发誓知道牛顿。番茄味的。我让你面向灯泡了，一会儿他妈这20个爱迪生砸死你怎么办？你让我发誓，我怕他灭了。知道牛顿？知道，我真知道。你说一个牛顿的事儿。牛，你啊？谁说的吃冷面窜稀呢？我听听。你过来，你看你这孩子脾气太暴躁了，你学不进去，你老拿人家撒什么气呀、啊？我这给他说牛顿吃冷面窜稀，不是牛顿。可不可以吃冷面啊？人他不能坏肚子吗？人嘛，英国的人吃英国就不能吃冷面了？人一八几几年的人怎么？一八几几年的面搁到现在那得多冷啊！他这哎，学不进去，你怎么你得一点一点的。你想问什么呀？哎、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。我请你说一个牛顿的实事儿。牛顿他哎，苹果对吗？可算沾着么点边儿了。我跟你说，苹果怎么了？苹果怎么了？苹果，砸到电影啊！对了，他发现那个苹果啊，有青的跟红的，它不一样色儿。这都是听过五红图的是吧？牛顿啊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可以学习就心态得好。后边还得演俩呢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牛顿啊，家里有一院儿，啊，家里有一院儿，有一院儿，有棵树。对呀、啊，什么树？苹果树嘛。然后他跟那个树发生了什么故事？你能不能学点好啊，这孩子？怎么了？一个人跟树发生什么事儿？你怎么？你这思想怎么不对呀、啊？你这样，牛顿跟树有火花。牛顿是另一根木棍子，钻木取火，对吗？你别听他的，那别听他都坏蛋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你说那什么，他跟他发生什么错了？我告诉你，跟你讲吧，就是有一天牛顿坐在这个苹果树底下了，对吗？嗯、睡着了。什么？睡着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？然后醒了。为什么醒的？因为他被砸醒了。太对了，被什么砸醒的？被，不可能被桃，就是被一个苹果。哎，对，可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学着吧。哎，得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。我问你啊，哎，苹果啊，砸着谁了？苹果砸着牛顿了。太对了，从此他明白了什么？明白了，不能再坐苹果树底下了。这苹果砸着太疼了。好。嗯，咱们掰开揉碎讲啊。哎，不着急啊，你想学什么说你。我这还、哎、苹果啊，苹果在哪儿？你看，不能，苹果在苹果树上啊。苹果为什么掉下来呀、啊、用它熟了，
熟了就掉了。为什么苹果掉下来了？因为树上只有苹果呀。为什么你？哎呦，你慢慢问。你看你就是什么玩意儿掉下来了？苹果从哪儿往下掉？从树上。往哪儿掉？往牛顿脑袋上掉。对，掉完之后牛顿觉得疼。苹果啊，从哪儿掉？树上。砸着谁了？砸牛顿了。疼不疼？疼。他当时他就觉得了，以后上医院呢，这个你别以后了，砸破了还不上医院呢。苹果为什么往下掉？熟了。跟你说几遍熟了。苹果掉砸着牛顿了啊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明白道理就不坐苹果树底下了吗？你这孩子不长记性呢。你我的错，你看是我的错。我跟你讲，这回你记住了吗？我跟他的老师有出入，明白了吧？对不起了，你老师都老教你那个错的。咱聊点别的吧。你是对的。对，高顿。对，高顿。嗯，高顿，你这样吧，你这样，你哪天你有功夫，你坐榴莲树底下。啊，榴莲不是地底下长的吗？榴莲是树上长的。哦，树长的不行，不能坐那儿，不能坐那儿。不能坐榴莲树底下。对对对对，为什么？疼，啥疼？聊点别的，聊点别的，还有很多课程啊。啊，哎，要学什么？你说吧。问。文学。文学。文学。哦，嘿，我文化可以，你来吧，问吧。我说我跟你聊了吗？不想学了。我不想跟你聊了。你不想学，你这敏而好学，你忘了。聊文学。啊，哎，中国，中国。嗯。哎呦，累死了。要我给你弄两瓶速效啊？不用，不用。我才30，不用啊。咱说聊文学吧。哦，这对，完全录着吴老少。聊聊聊文学，文学，文学。我刚活到30。文学，文学。我30，我很年轻。文学啊！我说我活30很年轻。很年轻，很年轻。祝你31。作吧，就作吧。你看不见今晚的月亮，你信吗？你看这，你老憋着吃了它。挺好的月亮，你老板，你吃它之前你问嫦娥了吗？你嫦娥你都不知道吧？嫦娥我不知道。嫦娥是天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哦，嗯，又白给你一知识。聊文学吧。文中国的文学那是博大精深，那对不对？四大名著，四大名著，三国、水浒、西游、红楼。哦，不是你放过这月亮行不行啊？学狼了？喜欢最喜欢哪本书？这四大名著哪个都喜欢。哎，《西游记》小时候老看，电视都看过。咱聊聊三国吧。三国，对，三国行，可以啊。嗯，哪三国？三国、魏、蜀、吴。好，嗯，魏国、蜀国、吴国。对，对吧？嗯，全书1574个人物。啊？1574个人物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瞎说的。你别瞎说啊，你得确切点儿。咱就随便聊吧。嗯，知名的人物都了解吧？这他都知道，对吧？差不多的。那你说啊，三国这么些人物当中啊，这么些武将当中，武将你最崇拜的是哪一个？最喜欢的吧？那肯定关羽。为什么喜欢关羽啊？忠义。忠义。哎哎，俗。你要论那他不行，那就换。你是你还能换呀？啊啊！你的人生。没有说统一目标是这意思吧？是吧？对，我喜欢的就是我跟人说一下，人要是不喜欢，我就换成人家喜欢的。我人就随和。你有点像狗啊，怎么牵你怎么走。我这就随和。稳如老狗是吧？那行，那你换喜欢谁？你喜欢谁？你我喜欢吕布。我就喜欢吕布。吕布功夫高啊。我喜欢马超。我喜欢马超。我喜欢张飞。张飞我太爱了。你是不是不知道这几个人呀？谁告诉你不知道？你再说出一个来。赵云对吗？哎，石家庄的。常山。常山正定。常山人过去人出场，常山赵子龙，你我石家庄赵子龙。哎，哎，涿州范阳郡张飞，我涿州张飞。哎，刘备也是那儿的。行了，聊点别的吧。嗯，比方说吧。哎，你丰台出什么人了吗？这个问题，谁说的丰台出猎狗啊？
学学来请教。我现在想打他，我跟你说，你跟谁都要动手。我先放过你。哎，比方说你啊，有一天你，高九成啊，你穿越了，穿越了，穿哪儿去了？穿哪儿去？嗯，穿到大腿根了，穿哪儿了？那是穿越了，是穿裤子了你。穿回三国时期了。哦，穿回三国啊。你能挑五个人陪你征战天下，自己挑。那张嘴就来，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光打架呀？这最厉害的。光打架呀？干嘛呀？啊，智商不要，贾诩不要了，诸葛亮不要了。诸葛亮那饶的，知道吗？诸葛亮是饶的。对。主要能打就行。程昱不要了，许攸这都不要了。这是三国人物吗？我说错了，他们是未来二十年后的人物。别老提别人啊！你这挑的都不对，挑的都。你穿那，我问你，你穿过去，你挑谁？孙尚香、甄宓、大乔、小乔。不对啊！怎么了？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你这是五个女的啊？那不够，我才四个呀！再来一个华佗，给我调养身体。那变态。对啊，你得续着点啊。对，你不是穿越回一年，嘎巴你没了，对不对？就渣男都穿越了还不变。少提这个啊，少提这个啊。你少干点这事儿吧，你。讨厌你老师，我不理你。不理我。我就是不看你啊，我一眼都不看你了啊，我一眼都不看的，今天我烦了。你说话不算数，怎么了？快站好了吧，快站好了！你别老盯着盯，跟我眼对眼，知道吗？站好了吧。哎呀，聊聊文学，聊文学。不说说我自己聊聊我自己的吧，不跟他聊天太累了。啊，你小学学过什么知识？一边带着去啊，知道吧？从小唐诗宋词元曲，这我都喜欢。嗯，这都美啊。嗯，对吧？定场诗会背吗？锄禾日当午。啊。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知道吗？粒粒皆辛苦啊！哎，咱都喜欢中国的文字，我是最爱。嗯，比方说这成语。啊，嚯，那春秋列国出了不少呢。是吗？嗯。哎，这是你说个成语。啊，快说个成语。你老考我干什么呀？你考我干什么？你说不出来吧？咋说不出来呀？跟三国有关的成语说一个。天狗食日。刻舟求剑。哦，不对，这是三国吗？反正有船对吗？有一个有船，船草船借箭。对对，哎，我一猜跟那有关系，差不多。草船谁借谁？谁借谁？对，你猜吧。诸葛亮。诸葛亮提个醒。对，诸葛亮。诸葛亮管那个管张，管张飞借。诸葛亮，反正诸葛亮去借箭去了，然后借了多少只？借了一只，借了一只，然后他掉水里了。掉水里之后，他感觉这个箭掉这儿了，我得在这刻一个记号，刻一记号，下回我还上这找来。刻舟求剑。你们不又绕回刻舟求剑了吗？那你说借几只？几只？十万。十万啊！你数了？嘿，我错了好吗？看你，啊，别那么行了，咱就我聊成，咱聊成语吧。成语，咱聊别的成语吧。啊，你知道成语是吧？成语知道。成语分格式的，你能明白吗？格式？哎，什么格式？分格式什么？比方说吧，哎呦，累死我了。比方说成语啊，它分那个。身体太差了，注意身体吧。华佗呢？华佗逮小红帽。哦，华佗在世啊。这个成语分格式的。什么格式啊？比方说啊，成语一般是几个字？你说。一般就四个字吗？哎，对了，比方说啊，哎，刻舟求剑，草船借箭，是不是成语？手立起来，手立起来，也是四个。扎死你我！你老扎我干什么？你借就借了吗？手立出四根来，冲前边，往前伸。四个往前，你怕什么？你老么防着我干什么？我怕他跑喽。
你怕他跑了？怎么这玩意儿跟你不是一体的？出生的时候你先出来的，他才出来的。这个因为我这个他厉害。这玩意儿有什么厉害的？那你甭管了。就最厉害的就是扇嘴巴特别疼。比方说啊，啊，有一个成语啊，它的格式是 A B A C。来，咱不说中国成语吗？A B C 的这不外国字母吗？立起来！啊 ，A B A C 啊，给我依次数出来这四个 A B A C。A B A C， 干嘛你要挠谁啊？我都立起了，还怎么数啊？你这么数不行吗？我这手能用啊。你们问谁呢？没说呢，这不多一个了吗 ？A B， 不是。A， 哎呦，一共四个字母，错俩。A B A A B A B A C A B A C， 对 ，A B A C。问问你啊，来再数。我这样，你别老数。这样，这样人看是五个。那你就这样。这样你看四个。五，四，对，五，四，哎，我这扇嘴巴也挺疼的，你信吗？你那扇嘴巴给我打一小梅花。快来吧！我看谁在拍。这有什么？这都妈兰花籽儿了，还帅？谁兰花籽？就这样。好，嗯，手指给我立起来。啊，对。A B A C， 数。A， 你非反过来，那么数。A B A C， 给我找共同点。不行，这样别扭。我非门给你撅折了，我告诉你。A B A C， 给我找共同点。都是英文字母。你别老动手，你忘了你是动口的东西。你老想动手，立好了。立 ，A B A C， 找共同点。什么共同点呀？这你找，让你找啊。A B A C， 哎，你听他的，我就打你。这个最短。我明白了，我说的让这么说 ，A B。A C， 你看 ，A 跟 B 都是挺长的 ，C 短的，是不是？我说，我说啊，你说来啊，这是哪个字母 ？A， 这是哪个字母 ？B， 啊，哪个字母 ？A， 这哪个 ？B，C 就不是 ，A B A， 两，这是哪个 ？A， 这是哪个 ？A， 什么共同点？这俩能回来？肯定不是这个，肯定不是。你不要发火。俩 A， 啊，你是俩 A， 这什么？这叫共同点呀？你们完美的避过了所有正确答案，知道吗？那俩 A 怎么了？俩 A 怎么拉？怎么拉？蹲着拉？怎么拉？谁说的又吃凉面了？我瞄会儿他，这你发射了。俩 A 怎么了？俩 A 就证明什么？这个字儿跟这个字儿是同一个字儿，这样的成语的格式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我想想啊，就第一个字儿跟第三个字儿是一样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一个，这样的这太多了。说一个。你比如说，多子多福，可以，再来一个，你别让他们提醒，你自己说，你们也别提醒。美轮美奂，可以，再来一个，古香古色，再来一个，一心一意，再来一个，一人一狗，这都是这俩一样，
对不对？换啊，来，把那个把那四个脚趾头给我立起来，来，手来立起来，立起来，来，再来啊，嗯，还有另外一种格式啊，啊 ，A B C B， A B C B， 哎哎，这俩一样了，哎，对，可以，第二跟第四个成长了，嗯，成长了，第二个字跟第四个字一样，嗯，再举俩例子，成语啊，对啊，废话，我让你说别的，说离就。什么玩意儿？怎么样？说，哎，你给我换，给我说，自己说，自己说，自己说，说分就分，这行吗？说拉就拉，说说啊，说咬就咬，说散就散。说咬就咬，你是不是不怕扎呀？说扎就扎，给我换！你说的好大，说不是说这个，说死你！哎，得过且过，这行不行？再来一个，这不错。哎呦，就事论事，再来。你老让我说呀、啊？我都说多少了，你说呀，我听听。劳斯莱斯。你再来一个。帕拉梅拉。来。工商银行。这不是。ICBC。又改字母去了。对不对？那你要这都算，我还有呢。你说。尊度假度。哎呦。你太恶心了，你不要老是这不是、啊、你行不行，这是成语吗？没说完呢，洗口、啊、不搭理他了啊，不搭、哎、说了多少成语就行了吧，我成语好，明白了，就这意思，成语好，不聊了啊，聊着咱说我成语好啊，好在什么地方，不能跟他再聊，这也太累了，咱说我喜欢成语啊，明白了吗？你这身体怎么这样呢，怎么说两句话就这上气不接下气呢，你说了吗？说死就死，不是你，关键我都怀疑是不是那四个女的穿越过来了。哪有那好事儿？不闹了啊、哎！成语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嗯，成语我是非常喜欢的。成语不，因为它这个虽然说字儿少，对，它能包括很多故事。没错，就四个字儿，它就讲一大篇故事，就所以说这中国人都喜欢成语。对，喜欢成语。哎，拿我来说吧、嗯，确实非常喜欢成语。喜欢到什么程度？就特别喜欢，明白了吧？你中国有这么多成语，你都喜欢吗？对啊，都喜欢呀、啊，都知道吗？都知道啊。那太好了啊！既然咱俩都这么大学问，怎么着？咱俩都这么大学问啊！我教了你快妈50分钟了，高就成。我说多少成语呢？啊，这么着，咱来回小游戏。什么小游戏？来个成语接龙的游戏。这玩意太俗了，这孩子这谁、啊、谁，这是上学时候都玩过，四个字最后一个字下一个词开头来回来去接。对呀、啊，这有什么意思？怎么意思啊？啊，咱这不咱哎。咱绕来绕去绕一好词儿呢，什么意思？就找一个字儿，从这字儿开始往下接，字头咬字尾的接啊，然后最后绕一好词儿上。行，我找一个，找一个，找一个，最后你找一个接到十分美好，就是成语接龙、嗯、最后甭管怎么接，接到十分美好上。对，可以，咱试一试怎么样？试试啊。行，来来啊，说我说你什么？说我这名字，就从你的名字接到十分美好。对，你要高九成啊，这仨字咱从哪个字开始接？从头一个字，高字。嗯，高字接到十分美好啊，高，我听听，高德导航，说咱不说成语吗？你这高德导航是成语吗？你别着急，越往后越好，慢热，嗯，慢热，好，航空公司，啊，斯，斯文败类，我这说自己呢，累，累得肾虚，哎呀，太准确了，虚，虚而不实，哎呀。十分美好，哎，简单，这一不留神让你给接上来了，哎，简单，简单啊，哎，接九字，九字啊，嗯、九字接十分秒更简单了，听听，九九归一，啊，一，一二三四，四，四五六七，七，七八九十，十，十分美好，
哦，这合着会数数就能接这个。简单。接个成。成。成百上千。千。千里之刃。刃。任人捉弄。弄。弄鬼装妖。妖。幺二三四。四。四五六七。七。七八九十。十。你看你美的，哎呦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怎么样？又接上了。简单，简单。那接你这名字，我听听。张九南，嗯，张字开始接啊，嗯。张三李四。四。四五六七。七。七八九十。十。十分美好。哎，那这九字就不用接了。九九个一。嗯哈。接男。男啊，嗯，男也简单。哦。男啊。男欢女爱，爱，爱搭不理，理理四张三，你就离不开这数字了，是不是？不许吗？这都是成语，理四张。许不许？你再接数字，我这一扇子我就捅你肺管子里去。不接数字，不接数字呗，给你通通，食阳了吧？叫姑还是不许接数字哈，男男是吧？不许接数字哈。南山可移怎么样？啊，南山可移，文化文化。嗯，哎，南山可移，往下接移，一二三四，不行，一二三四，一，那操，重新接南，嗯，难得糊涂。啊，图图有虚名，名名副其实，实。爷哥，你还真别瞧，咱真瞧别瞧不起这个非洲猎狗，嗯、有点能耐呀、啊。简单，简单啊，嗯、怎么着加点难度，随便加。就咱这名字，你是不是提前都背好了的？呵，谢谢黑哟呵，简单。我从各位这要一字儿，让你接，行不行？观众朋友们挑字儿，嗯，我接到十分美好，对，可以，来吧，挑吧。什么？嘿，你什么玩意儿？狗？哪字儿？狗。哼，狗，狗皮膏药幺二三四啊。嗯，这可以啊，这个不行。对，人家狗皮膏药，嗯，药药，切克闹，闹闹，哎，我还是接别的字吧啊。狗去狗去狗来，什么话这叫？狗去狗来，就来回跑。狗活的狗，狗活的一草字头，一个句号的句。哦，人家说的是一犬字边儿。同音不同字还不行啊？这还行大姐啊、哦、行，那你接狗去狗来，就狗狗活于世，明白了吗？有狗活于世我都不接，狗活于世是使使使十分美好，我都没接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这个能力大了呗。那是，那你接接着来。来之能战，战战之能胜，胜胜利锣鼓，鼓鼓往今来，这不还是来吗？别着急，慢点接啊、来。来者不善，善善者不来，又是来呀。来路不明，明明天再来。怎么还是来呢？来龙去脉，脉脉搏跳动，动动人事迹，迹迹往开来。哎，你这来回来去来不上来了吧？来日方长，长长生不老，老老当益壮，壮壮志凌云，云云开日出，出出生牛犊不怕虎，虎虎踞龙盘，盘盘根错节，节节足先登，登登峰造极，集思广益，意志更坚，坚坚如磐石，石十分美好，接上了是吧？